多少钱？35000是吧？好，可以了，就省一点，然后就接着再拿两次，就140的圈啊，140圈。嗯。外径155、160不到，嗯，可以。然后16.5多个3厘米左右吧，三厘米左右多。因为它圈有这么大嘛啊。但是到时候公差自己可以调嘛，圈扩大一点或者缩小一点，它米数长度就会。嗯，那到时候可以微调的。嗯，就是绕圈了。34圈是吧？35。35圈是吧？啊，对，好。